好，现在我们走进这个题目哈。不过其实你们给了我一个很难的题目，我是说怎么样可以用一两个小时讲这个呢？不过试试看吧。我也是从这个一个图像出发哈，就是保禄用的，圣道宾奔什么奔驰，是德塞罗尼迦后书保禄说，愿天主的话呢，走得远，走得快，要圣道奔驰，同时常常必受光荣哈，圣道圣言，这里它是主动的，是主体，是 subject。有时候呢，我们就过分的强调我们读圣言，我们研究圣言，我们听天主的话，我们哈，就是好像我们是主动，圣言是被动的，被我们读，被我们研究，被我们解释，被我们默想这样。但是呢，圣经很多我可以还拿出很多其他的章节，不过就也不太需要吧。圣言自己是活的嘛，它自己会跑啊。圣言激起我们，光照我们，启迪我们，安慰我们，滋润我们，是圣言在动哈。不常常都是好像是我们去看他主权常常在我们手中。在中途大事录中，路加也喜欢用这个图像，圣言到了什么地方，到了一个，这就是他没有写保禄的路程啊，赚取很多门徒，是圣言在跑，是圣言去拉，是圣言去吸收门徒，而不是我们去把圣言广传啊，或者我们去传报啊，而是圣言自己在跑。最近前两天在香港哈，他们就升了三个副主教，不是副主教，副理主教，讲错了，副理主教。在诸圣主教的礼仪中，我很喜欢一个片段呢，就是诸圣者呢就把圣经放在受诸圣者的头上。我就觉得好像保禄在中途大事录中，他跟厄弗所的长老们说再见的时候，他说我把你们交付到圣言中，不是我把圣言交给你们了，你们去广扬他，不是，我把你们交给圣言。圣言主动，主教也是要在圣经放在他头上，是圣言去保护他，去给他力量，而不是是他去推广圣言呢、这样。总之这个图像哈，圣道奔驰，是圣言自己在走路，在世界上走路，慢慢的广扬出去。又引大奥勒的另外一句很出名的话哈，圣经随着他的被阅读而成长。Scriptura cum legendi crescit in Latin文，就是圣经随着被阅读而成长。圣经不会表面不会成长啊，是好像我刚才说了有关死亡啊，写的就写了，就是那么多，没有人再可以多加上一句或者一个字。不过他还在成长，他的活力不会随着被阅读而增强，他的可信性也会被不断的被相信和被默想而加强，所以圣经其实是在成长，还继续在成长，随着被阅读而成长，越多人去读它，真正的读，而不是忽然的去看，越多人读它，它就越成长，越跑得快。那现在我们先
为了要讲信心在现今教会的发展呢，我们向后望一望哈，看看圣言逃了多少路。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中，圣言在教会历史中的成长，当然我要用45分钟的时间来讲这两个世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我试试看吧。总之我就觉得是很漂亮的。刚才我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又感觉得到，在我们的后面有很多。很多我们的祖先都读过、活过、爱过这本书，我们不是第一个或者第一代哈。后面哈有一条很长的路，圣言跑到我们这里的之前，已经跑了很多地方，已经跑进了很多人的心中，已经跑进了很多团体哈。今天也来到我们中间哈，不过他已经走了很多路在教会中。首先，像那其实这个主题我也不知道应又怎么样好好准备哈。不过，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初期教会哈，中途时代，当耶稣刚刚离开，一般我们把第一世纪分成三部分哈，首三分之一呢就是耶稣时代，耶稣。去世的离开我们的时候大概是30多岁哈，所以三分之一。第二个三分之一呢就是口传时代哈，耶稣的言行被传出来，用口传去宣讲，还没有人写。第三个三分之一呢还是写书的时代哈。当我们说谈到中途时代呢，就是耶稣去世之后的那个时代哈。他们就很，首先耶稣自己也很注重圣经，但是他们当时说的圣经呢是主要是旧约。旧约的书本哈，常常在耶稣的宣讲中，也在初期教会中呢，他们都很注重圣经，就是圣经是他们的生活原则。不过只是基于旧约，耶稣自己重视圣经，比如这个片段哈，耶稣跟两个奥姆户的门徒相遇，耶稣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所以是耶稣自己解圣经。耶稣也读圣经哈，比如在那这的会堂哈，打开圣经读圣经，耶稣自己对圣经的重视。有初期教会也是这样对圣经的重视，我也很喜欢这个片段哈，就是中途大修罗的第八章。是描写圣言刚刚离开耶路撒冷哈，在他的长跑中哈，因为是中途大书的记载，第一章到第七章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在耶路撒冷境内，好像耶稣离开世界升天之前呢，对门徒们说，你们要领受圣神，要为我作证，从耶路撒冷到整个犹大，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现在圣言呢已经超越了耶路撒冷了，去了哪里呢？去撒玛利亚，就是透过腓立伯跟那个太监的相遇，跟那个Ethiopia 怎么说哈，总之你们知道是这个太监哈，跟他相遇，这是第一个皈依的外邦人哈，第一个片段圣言走出耶路撒冷，在这个相遇中就有圣经，因为那个太监呢已经在读圣经，圣神呢，圣神只是推他上去，是对他说。你想前去走进这辆车子，但是圣神没有叫他做什么说什么，没有告诉他哈，圣神就是这样的，一推那
后来，人们就充满了圣神，就到时就知道怎么样做。腓立伯走进这辆车，就见到这个人在已经在读圣经。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呢传道啊，或者传圣经，全部都是要我们做的。天主已经在那个人身上做事了。腓立伯这一次只是去收获，他只是把结果拉出来，根本天主已经在这个外邦人身上做事，他已经在读圣经，同时非常漂亮这个图像，圣经放在一个外邦人的手中，是那么的自然的，没有抗拒，没有什么声言，就是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拿着圣经。虽然不是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明白，因为这个外邦人也问腓立伯哈，这一段我不明白，里面说的是谁？如果没有人替我讲解，我怎么样明白呢？然后这个太监就邀请腓立伯呢坐在他旁边，很漂亮，就我非常爱这个图像，坐在他旁边，邀请他上车，坐在他旁边，一个传教士，另外一个接受福音的人。并肩坐在一起，中间有一本圣经，漂亮不漂亮哈？这个图像哈，也让我联想起哈，就是在传教，一般都应该是在一个有益的气氛中哈，不是我做讲坛上哈，我高高在上啊，你们就是接受福音的人在上面哈，比我低一步一个。在一个有益的气氛，我们的利玛窦，他来中国的时候，在他写他的教义书《天主食欲》之前呢，他写的《论交友》，他就觉得传教是应该是一个在一个有益的气氛之中去传的，所以传圣言也是这样这个美好的图像。总之初期教会也是非常注重圣经，传教也是透过比如这个第一个皈依的外邦人哈，就是透过读经来跟腓立伯相遇，跟天主相遇。总之圣经的位置非常重要，不只是旧约，因为当时他们说的圣经是指旧约，但是呢现在呢他们更有一些新的东西要传出来了，就是若望一书所说的，我们听见过，我们亲眼看见过，瞻仰过，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呢，现在我们也想传给你们。他们不只是传旧约，也想传耶稣。那把这些有关耶稣的东西传给你们，将我们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会使你们也同我们相通，有同样的福分，可以接受耶稣的话。那他们就开始怎么样传耶稣哈？首先呢是传耶稣的事，耶稣生平的事迹，是一件件发生的事情啊，或者耶稣的行动啊，是没有没有固定的形象的哈，是事情。不过很快呢就变成了言，被说出来，一件事。发生的事变成言语，透过一个叙述就变成了言语。比如我要给你们说什么一个例子，我来的时候见到一个交通意外，不是真的，我没有见到，但是只是一个例子。如果假如是这样，我就想告诉你们这件事是没有言语的，就是一辆车走过来，另外一个两车碰上去，不过我就把它化成言语。我说，我告诉你们，我见到一件交通事故、交通意外，我已经把它描写成一个交通意外，同时我也描写在什么地方发生着什么，所以这件事呢就变成了言。耶稣自己生活呢也没有一定的
汇率啊，就是没有一定的系统啊，就是他就很自然的遇到很多人啊，他的日常生活啊多姿多彩的。不过就在初期教会的口传中变成了言语。言语呢是最快传递内容的，但是也是不太可靠的。因为一口传一口，一口传一口，后来呢就有可能内容都改变了一点，同时也是传播的那么不太广，不太远。所以随着时间的过去，尤其是随着第一代的见证者的着骨和离世，就需要呢再进一步，就是成文写东西，写下来，把它定下来写下来。不过最初的成文呢不是一本书，还不是一本书，就好像你们现在的笔记都是零零碎碎的，都没有一个很全面的系统，就是一些小小的记录成文。成文之后呢又有人呢就觉得这些零零碎碎的资料呢，现在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有系统的存下来，就成书。成了书之后呢经过教会的教会的鉴定，就成为经典，就是我们的信经。这些东西呢就发生在那成书就是发生在第一世纪末，所有的书新约的所有书本都差不多写成了。成经典呢就要再慢一点，第三世纪大概。总之这个过程教会在最早的几个世纪是圣经形成的时代，圣经是他们的生活的中心，可以说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中很清楚地看出来。他说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德奥斐罗关于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迹，就是耶稣的事迹，已经有许多人依照那些事迹亲眼见过并会真道服役的人所传给我们的，着手编成了记事。我也从头几次访查了一切，立意按着契地给你们写出来。我将这段文字把它画成这样，关于我们中间完成的事迹，就是耶稣的事迹，依照那些即使亲眼见到并会真道服役的人所传给我们的传口传，已经有许多人着手编成了记录，就是成文。我正是也从头几次访查了一切，按着去地有细细的写出来，就是成书。为使你们认清给你们所讲授的道理正确无误，就慢慢推向行经成经典了。所以新约的形成也是一段路程，一个过程哈，不是立刻有的。好，到第一世纪初呢，我们就有了现在我们有的信经了，旧约和新约都全部有了。这个不用了。对，话是这样。就是我们的73本书都有了。好，然后从第二世纪开始呢，对，错了，第二世纪，第二到第八世纪，就是教父时代哈。谁是教父呢？奥斯定这样描写他们哈，他们是教会之子，也是教会之父。在教会内找到的，他们将其保存；学到的，他们将其传授；从父辈得到的，他们传之后人。就是早期的神学家，早期的对圣言有研究的人哈，他们是教会之子，他们也是生于教会的，在教会之内，但是他们是属于父辈的，属于父的一辈，就是祖先的一辈，他们是最接近源头。
最接近源头，然后就将所得的传给我们。大概呢，我们都清楚，第二世纪到第八世纪这些伟大的神学家，奥西丁啊、安博啊、热罗尼莫啊，或者金口若望啊，这些名字我们都认识，都是我们今天庆祝的大奥尔略，都是教父，都是这段时间的最出名的神学家。教宗毕业十二世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描写他们，接着他们对超圣事物的直觉及对属灵界的敏锐，他们能深入洞视圣言。他们的作品全部都是以圣言为主的，可以说从在教父时期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圣经，他们没有其他的什么书本哈。我们可以想象回到他们的时代，一切都是以圣经为主讲道。他们讲道理呢，就是按着拿着圣经一张一张的讲下去。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教父们解释圣经的书哈，不是他们在自己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在桌上坐前面编写，而是他们的讲道词。他们讲道理呢，讲的就是圣经的内容。护照就是要跟外教人辩驳，也是用圣经来辩驳。培育慕道者也是以圣经为主哈，解释圣经啊、神学啊、神授啊、祈祷啊，都是以圣经为主。他们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祈祷经本。祈祷吗？就是拿着圣经，拿着圣咏。所以一切都是以这本书为主哈。圣经可以说是教会的唯一的书，在教会主持是非常重要的，是一切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本书里面。好了，中世纪第八到十五世纪吧，大概当时神学发展的随着多马士啊波尼法斯文德哈，可能你们认为，姓文德，其他的圣师们哈，圣经已经慢慢发展成神学，尤其是这些所谓学府神学 scholastic。就是已经变成是你研究的内容哈，出现了大伟大的神学家，希林神学啊，这些可以说是圣经被盖住了一点点哈。他们当时研究信仰呢，就是研究神学，不过神学也是以圣经为基础的。虽然当时已经有很多其他的书本，很多神学书，圣经不是唯一本，但是还是整个神学反省的根基。虽然最普遍的信仰研究就是比较神学性的，但是圣经都从来没有真正完全的被忽略过，可能在第一层没有那么那个重要性，好像没有那么大。最初几个世纪呢，就圣经是唯一本书，但是后来呢，很多其他的书把它盖住了一点点。不过除了读神学之外呢，还在修道生活中发展了一种神授圣的途径。除了神学性的研究之外呢，还有修道人发展了一套受愿师的着重祈祷和神授的读经法。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Lectio Divina， 就是神圣的阅读。这套读经的方法是在修道人中间开始用的。就是因为他们常常拿着圣经来做默想，拿着圣经来祈祷啊，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套读经的方法。这种读经方法呢，是比较注重神授和祈祷的。相反，在学校学府里面读的圣经呢，就是比较学术性的。所以圣经呢，慢慢就有不同方面的发展。
民间的教理讲授呢，因为圣经也不断的被传下去，也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讲道啊、艺术啊、戏曲啊、歌咏啊，像一般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呢，介绍圣经的内容，使圣经的知识普及化。圣经原文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后来初期教会呢就比较多，西方教会比较多利用拉丁文，但是过了几个世纪，希腊文已经很多人不懂，希伯来文更不懂，拉丁文也越来越有人不懂，所以读经呢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现在拿一本圣经在手中就可以读哈，当时呢不是那么容易能明白圣经的内容，同时印刷学也还没有发明，怎么样读经呢哈？在书院里面修士们可以读，在学府里面神学家可以读，但是平信徒怎么样读呢？当时教会中有很多人呢就把它化成艺术。如果我们去欧洲，有没有去欧洲朝圣就见到所有的，或者去欧洲一个博物馆啊，就去看看当时中世纪的画像，全部都是以圣经为题材的，或者圣堂里面的马赛克都是圣经的内容哈。就他们说这些是活圣经哈，是用图画表达出来的，因为就很少人能真正的去读圣经，所以把圣经全平民化哈，把圣经全给普通的教友的方法很多姿多彩呀，就在中世纪中发明出来了。后来如果大家熟悉一点欧洲的文化发展史哈，就知道14、15世纪也是文艺复兴时代哈，当代的人呢就提倡复古，读古书，把古代的文化拿出来呀，古代的书哈，就是这股复古的风气很盛哈，所以就读经也变成了相当重要，就是找到原文哈，去考据啊，是这一句是不是从历史上面啊，从文学上面去研究。所以圣经不只是在神学方面去被研究，也不只是从神州方面去吸收，也不只是在传教牧民方面被利用哈，也在文学上面呢也有人去深入的去研究它，也随着印刷学的发明，就读经就变得越来越普遍哈，所以呢15世纪之后呢，圣经呢就比较在信友中呢就开始比较普遍了。好，到我们浦东清现代哈，16到19世纪，就有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就是他批评教会当时的很多弊端哈，其中一项呢，他就想把圣经的地位提高。想把圣经放在教会的中心，不过他的解释圣经方法呢，就我们天主教后来呢就对他的解释圣经方法有所批评，因为他认为 sola scriptura 就是圣经可以自己解释圣经，或者每个平信徒都可以，圣神都可以默感他，都可以让他明白，我们就觉得缺少了一点东西了，就是教会感。因为圣经呢，不只是每个人自己读的，也是教会的书，所以教会训导跟圣经都有，都是不可以是同样重要，当然圣经重要一点了，但是圣经不可以抽离
受离教会，在教会之内，在教会之外，就这样，可以完全了解，托利腾大公会议1530年哈、啊，就强调了读经的教会感。圣经，是一本教会的书哈、啊。当然，你可以在外面研究，好像我也可以读佛教的书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从外面去读它，如果你真正要读圣经呢，你要属于教会，是教会的一份子，觉得这本书呢，是天主，特别送给教会的。当然，外面也可以读，但是，它是一本生具教会的书，可以说，因为圣经的写成也是在教会里面哈，所以这个教会感哈非常被强调哈，就马丁路德有他的功劳，因为他把圣经的地位提高了，直到现在，基督教的弟兄姐妹们哈、啊、都对圣经有很深厚的认识和爱，就是因为马丁路德当时已经很看重圣经，不过我们对他的一些批评呢，就是唯独圣经，唯有圣经，其他的就好像不被忽略了一点点。为我们呢，圣经应该与教会的宣导啊，与教会的其他的信仰的一些其他的内容呢，都要相配合，不可以就只是把圣经抽离了，聚成一体。好，托利腾大公会议之后呢，就产生了这个潮流哈，可以说就要理问答的写成，就因为呢，当时信仰普遍化了，教会呢就觉得需要呢，把我们的信仰呢有条理的整理一下，同时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去介绍出来。要理问答，有问有答，就简简单单的，因为我们这个相信也是一个我们的需要哈。简单的把我们的信仰讲出来，在初期教会已经觉得有这个需要了。信经的写成也是因为有这个需要。我们信谁呢？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又是天主子，天主又是三位一体，然后这我们信仰也是相当内容丰富的嘛。所以我们也需要有整理一下，有系统的让我们容易吸收、容易表达的方法去表达出来，所以要理问答的产生。不过呢，不知不觉呢，要理问答就变成了教会的书，而不是圣经。如果我们问一个16、17世纪的人啊，教会的书是什么？他会很可能会回答是要理问答。不只是16、17世纪，我们问我们的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他们会背要理问答，但是圣经呢就没有看过，因为要理问答比较重要哈。这样，我很记得，当我去上海受院学生受院教书的时候呢，因为当时也认识不同的宗教局的官员们呢，他们都经常都来，都来受宴，去观察一下我们呢，看看我们教的东西怎么样了。所以呢，很多时呢，都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呢，突然后面有一个人出现，不是我们的学生，我们就知道他是谁了，也不怎么样特别留意他们哈，这样。不过我就注意到呢，观察到有一个宗教局的官员哈，他是特别喜欢听我的课的哈。不是我起初就说不知道是不是我特别有问题啊，他要常常来见识。但是后来我觉得不是，因为上了就是他很留心，很用心。
后来很多次上完了课之后，他来找我哈，也跟我讨论一些圣经的内容。他也告诉我他是读历史的，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就很有兴趣，他就觉得越来越觉得其实我们的信仰呢，也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么肤浅哈，只是迷信啊或者什么。他也被越来越被吸引了。后来我又给了他送了圣经给他，有一些很基本的我们信仰的内容啊，就一些书啊，就给了他。他有一次，就这样，我们就交了朋友哈，就经过了一段时间呢。他有一天告诉我，他说：“我很欣赏你们的宗教，你们的信仰。不过，一定有一个不过，他就说，我觉得你们对天主认识的太多了。”哇，我觉得很奇怪哦，没有听说过别人这样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也常常听到你们的道理很好，但是你们活不出来哈。基督很好，基督徒不好哈，这些我们听得惯了。但是他就说，我觉得你们对天主知道的太多。我就说，请你解释一下，你什么意思？他就看着我的书柜上面有天主教教理啊，那么厚厚的一本哈、啊。他就说，你们呢、也很清楚的知道天主是谁，又可以描写圣父是谁，做什么，圣子是谁做什么，圣神又是谁，又他又做什么。然后呢，圣子降生成人哈、啊，跟在世界上生活，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们天父要你们做什么。然后耶稣离开之后呢，又建立了教会，在教会里面呢有教宗，有主教，有神父，有这个有那个，很多人告诉你们要做什么哈，还有圣事，你们软弱吗？哇，快快去祭保一下哈，圣体圣事，犯了错吗？啊，快快有告解圣事，总之他觉得太多东西，他觉得，他说，我觉得你们什么都有，什么都是现成的。那就根本都不需要去找。我觉得他的看法是相当有，真的值得反省，令人反省的。当然我在他面前一定要辩护啊，我就说，那其实我们也要去找啊，不是那么清楚的，有什么我也引几段圣经啊，我们渴望寻找天主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在圣经中也很多找天主，不过我可以承认，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好像什么都知道有关天主，因为要理问答说哈、有问有答，那为我们就已经没问题了，已经是清楚的了。又每一个信仰上面的每一个小节都配合得很好啊，都很就觉得一切都是一套现成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吸收，然后叫着去做。这一份找寻，这一份提升自己，这一份跳出自己的框框，跳出这个已知的框框，我觉得也是不应该失去的。那这个朋友对我的这番话已经是在十几年前发生的了，就是我十几年前跟他交谈，但是直到今天还在我还常常想起。总之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历史中，在这个17、18世纪呢，因为圣经的内容比较广化哈，不过就被这些小书本啊、小传统啊、要理问答，虽然都是圣经的内容，都是出自圣经的，但是圣经本身呢，就好像被要理问答超越了。来到20世纪呢，其实不需要等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我们大家都知道，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真是为教会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很多人都把它描写成一个天主圣神的降临哈，把教会真的，教宗我们的圣教宗若望23世，他就说教会需要打开窗口，让圣神的空气吹进来，因为他发觉教会里面有一股霉气。有，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这样拉着拖着，好像
比如对圣经的认识都是普普遍遍，大家都知道谁是哑巴郎，谁是没事的，但是就没有，就怎么样呢？怎么样去把它更深入的去吸收呢？没有啊，只是相当肤浅的。嗯，那就教会里的结构啊，教会的习惯啊，教会的礼仪啊，教会的牧民方法，教会的神学啊，每一个部门都要更新一点啊，所以就需要打开窗口，让圣神的风把我们吹。那你一打开窗口呢，风就来了哈，有时候来得很大，所以教会也要准备接受这股风哈。第二十世纪初，圣经呢，就越来越被翻译啊，被印刷啊，同时教会呢，越来越感觉得到要归回源头哈。因为随着时间的过去呢，很多教会的传统啊，很多有实践性的，就是不是永恒的，不是永久的一些习惯啊，一些教会里面随着时间积聚下来的尘埃啊，都要清一清哈，要回到源头。你一回到源头呢，圣经就浮出来了，圣经就吐出来，圣经的地位呢就自自然然的就被提高了。同时随着学术的进步，因为我们已经有更就是一般学术的研究哈，都对历史啊，对文学啊，都提高了很多。因为圣经其中是一本书，它有它的历史背景。我们现在呢，也对以色列民的历史呢研究的多一点点哈，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段这是书的背景哈。文学，圣经也是文学作品哈。比如对圣经的书本的结构啊，好像我们一般读我们中文的文学啊，怎么样啊，题材呀、啊，或者结构啊，或者市场的发展呐、啊，或者特别的词语啊，这样。总之，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圣经。还有呢，我们的科学发达了，有人就问，是不是天主真的有在六天创造天地啊？是不是什么就在圣经上面打很多问号？这个就推使我们去研究多一点，去读多一点哈，看看里面呢有一些好像矛盾哈，跟我们现代的科学有矛盾的地方啊，这样，或者我们自己也觉得自己的理智发达了很多了哈，就什么都要问为什么，是真的吗？什么理由？那我们就以这个态度去读圣经哈，当然也让我们对圣经的研究呢提高很多了，我们就慢慢趋向学术性的研究圣经。学术性的研究圣经，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读书要读？那如果我自己看，我自己读了十年，我家里的人，我妈妈，比如她根本都不明白我为什么又读这本书读了十年，有什么好读？她也问我，就学术上的知识的研究，就是在二十世纪就非常发展的非常会非常快呀、啊，非常深入。如果我们看那我就罗马一个中州大学教授，我们的图书馆呢满满都是因为每个在中州大学做写博士论文的书呢，他们的论文都要被交到所有的中州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哈。我见到有关圣经的博士论文，很多时呢，圣经中的一句就变成一本厚厚的书，
就真的就一些很精密的研究，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也是这样的，就一小句就把它变成一大本书哈，这样。总之这些是学术性的研究性境哈，就已经在二十世纪慢慢发展。同时发展得很快呀、很丰富啊。好，凡尔，我们正在纪念他凡尔的50周年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公会议，会教会真的带来很大的改变。其中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呢，也是把圣经放到教会的中心哈、啊。透过凡尔那。虽然我们从这个历史中呢，我故意这样把这个历史描写出来，因为我不想大家以为凡尔改变天地哈，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什么都好，不是。其实圣经一直都在教会中有固定的地位哈，最初其实是很高，后来呢好像低了一点，但是永远没有完全被遗忘哈。同时教会常常在概念上哈，都认为圣经是不可以取替的，都是教会的中心。不过在实在生活上面呢，有时就有一些低潮，呵呵，有时候呢就被药理问答，被其他的书啊，被神学书啊，好像盖住了一点。但是圣经一直都在信教会中带领着教会的发展。虽然圣经，我们说读圣经也是也从不同的角度，从神学的角度啊，从文学的角度啊，从历史的角度啊，或者从伦理生活的角度啊，从牧民的角度啊，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本书。讲到凡尔呢，我们一定。就要提天主的启示 ,develop 这个教会现象哈，就是教会第一次有那么清楚的一个文件哈，是介绍圣言是什么，圣言在教会中的功能啊，圣言怎么样在教会生活的，在教会的生活各个不同的范畴上面哈、的位置啊，这样很清楚的一个现象，相信大家都认识了，不用我不用多讲哈、我只是提一提这个文件的重要性。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文件呢，凡尔之后就是第12届世界主教会议2008年哈、如果要讲到主教会议，主教会议跟大公会议不同哈、大公会议就全世界所有的主教，是很大型的一个聚会哈、那个教会的共同反省教会的每一个范畴，教会的每一个范畴，所以又开几年哈，凡尔。不过教会不能常常很经常开大公会议，每四年呢，现在也是从教宗保禄6世开始，1970年在重新就是兴起了在教会这个结构，就是主教会议。每个主教会议呢都有一个专题，不是什么都研究哈，凡尔就是什么都研究。我们有牧民现象，有教会现象，有礼仪现象，什么，总之教会的一切都被检讨过，都被研究过。但是主教会议呢，每四年开一次，就是内容呢比较狭窄，只是一个主题。教宗若望保禄在会的时候呢，开过一连串的主教会议，是以教会里面的不同种类的不同神恩的人哈为主题。比如有一个主教会议呢是讲平信徒的，有一个主教会议呢是讲主教的，有一个主教会议是讲神父的，有一个主教会议是讲奉献生活的。就总之每一个主教会议之后呢，教宗都出一个文件，
出一个比如有关平信徒，不知道你们认识，你们平信徒认识Christi Fideli Laici， 在这个文献叫就是平信徒在教会内。总之一连串的主教会议，其中一个主教会议呢就是以圣言为主，天主圣言在教会的生活和使命中。从这个主教会议出来一本一个教宗的劝谕，就是上主的话，相信大家都认识了。总之启示圣章和上主的话这两个文献呢，就是凡二之后的最重要的有关圣言的教会训导，是非常核心性的。有关如果我们要看教会在圣经在现今教会的发展啊，这两个文献呢一定不可以不提啊，或者不读。还有地方教会各种不同组织和活动哈，只是我这次来到台湾，可以说是我第一次那么，长时间跟台湾教会接触，我觉得我收获非常非常的大。我在嘉义三天，我已经感受得到，台湾教友的可爱，很活泼，很自然。那我不想比较哈，不过就是，台湾教友的活泼性超乎我的期待，又是那么自然，那么淳朴，对，同时对自己的信仰也很认真哈，对圣言的这一份爱。那在嘉义，他们也圣经协会不同的教区的圣经协会也报告了他们的活动啊，他们的计划。我也非常惊讶，比如高雄教区100多个圣经小组啊，或者什么有什么比赛呀、啊，查经比赛，多姿多彩啊。不要以为台湾只是台湾教会是这样哈、啊。其他的地方真的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哈，在繁荣之后有不同的，在不同教区真的有什么圣经年啊、圣经周啊，或者非常非常多姿多彩哈。教会也鼓励平信徒读经，平信徒做那个 Lectio Divina， 或者在礼仪中哈，不同的礼仪的圣经分量也重了很多了。就算我们的弥撒，如果在座有些朋友们是还记得凡尔之前哈的弥撒是怎么样的哈，除了是被神父背着教友之外呢，还有读经呢，是很小的，很短，旧约差不多不出现，只是在圣周才出现旧约，平常呢只是读书信。和福音，同时只有主日读经，平日呢就在重复主日的读经，所以呢读经的分量是非常少。现在我们的读经分量加多了很多，有三篇读经在主日，同时为了能让分量更多呢，我们有杂一丙年，就因为每个一年呢只有50，对，最多只有54个主日，那54个主日是一个很小的框框，就算你读三遍读经也是很小哈。那为了使这个框框更大哈，读塞多一点东西在里面呢，就我们就把它变成了3年，杂一丙，所以就变成3倍了。平日读经也是哈，不像以前，以前凡二之前主平日读经呢就是重复主日的，不是，现在我们也有我们平时的读经，同时是很好的安排。每年呢我们都读一次3本对观福音哈，从马可开始，后来就马窦，后来就路加，我们刚刚开始，刚刚这个星期开始了路加，路加就一直陪伴着到陪伴着我们到降临期，所以同时他的第一篇读经的安排也有相年当年哈，也是为加多一点这个分量。
我们没有时间去慢慢。我很希望如果大家都了解多一点，读经的拣选哈，有很漂亮的一条路线，一个逻辑在后面。不过无论怎么样哈，圣经的分量在我们平常的礼仪中啊，已经多了很多。这些都是繁荣之后的，一些非常好的果实。那好，我们可以说，因为时间到了，只是总结的说，如果从现代和圣经在现代教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感谢、值得感谢天主的方面哈，很多正面的。因素，圣经普及化，这个由眼可见。以前，拥有一本圣经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拥有一本圣经都不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呢，大家都可以有，大家都可以读，读经的方法很活泼、很多元。那我们都，你有心就可以有方法，可以有心就可以发明很多不同的方法，在读经方法上面很多元、很活泼。比如用圣经来表演的，那他们在外国很流行的 Bibliodrama 哈，就是表演圣经啊，或者诵读圣经的方法也有很多啊，分享圣经的方法也多姿多彩，总是也有不同类型的分享啊，有时候是基督团哈，就是基督基本团体啊，或者在南美洲很多穷人分享圣经，他们分享得很可爱的，农夫们分享圣经啊，或者在修道院里面哈的 Lectio Divina， 总之非常多姿多彩，同时也有很多附注资料源源产生。如果你要认识圣经啊，走进书局去圣保禄的书局吧，看看很多多的你都不知道怎么样去拣选。总之很多附注的资料，你要虚经的资料吗？你要从牧民方面读经的一些小资料吗？总之你要什么都有什么，甚至在就算在中文资料方面呢，其实也不小哈。教会不同类型的团体，圣经为中心呢，哇，很多团体都有这个读经的习惯，不只是习惯，而且是以读圣经为中心的。很多这些新团体、新慕道团体啊，或者其他我不想举太多的例子，因为很容易就漏了一些重要的。总之大家都知道，在繁荣之后呢，就是很多这些在教会里面的新团体、新运动，大部分都是以读经为中心的。普世博爱换运动啊，或者大家就，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一些这样的新团体。圣经与文化的互动，圣经在教会外也很广传，我们透过我们的传媒啊，我们的网络啊，就让圣经跟文化交谈哈，就圣经，慢慢的，那以前圣经也很普遍化，我说，不过今天呢，就我们的跟文化的交谈呢是比较高层次一点的哈，就有时候也在学术性的圣经与文学的交谈，圣经与历史的交谈哈，或者在传媒上面呢，尤其是真的。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发展的非常好，这些都是值得感谢天主的。不过也有一些我觉得有待改进的，的方面哈，一般教友对圣经的认识仍然是零碎而片面，已经读了多一点了，认识多一点了，但是还是有时候还是零零碎碎，没有一个很全面的对这个天人的交谈这种美妙哈，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能尝都能欣赏哈，都能很深入的去吸收哈，只是零零碎碎，有时候都没有太大的
系统，不，虽然在这方面呢，很多堂区都很努力啊，有些圣经班啊，慢慢介绍圣经的每一本书啊，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我们仍然可以做多一点哈。圣经与礼仪和祈祷生活的融合还不理想哈，虽然是在圣礼仪中读经比较多哈，分量多，但是吸收的怎么样呢？为达到这个呢，很大责任也是在神父身上，就是讲道理的神父。无论在教宗本读的Regum Domini， 就是上主的话这本书，有一大段是讲到神父怎么样要好好准备讲道啊，这样。现今我们的教宗的 Evangelii Gaudium 福音的喜乐也有一大段更长的哈，讲到神父们要怎么样讲道理哈，要好好自己准备哈，跟天主的关系要哈，要很深入，不只是说教哈。你如果你自己没有不拥有的，你说出来都不可以说服人的，别人可以看得出来的。又不要高高在上的，总之有很多很实际的提示。那所以又因为呢，我觉得礼仪是跟圣经相遇的一个很重要的机缘哈。因为很多教友呢，在澳洲他们几年前做了一个调查，就是问那些经常去望弥撒的好教友哈，问他们，你们除了在弥撒中听圣言之外呢，你们在家里有没有读圣言呢？只有 4% 说我们经常有读经的习惯，20% 说建筑我们也读，差不多80%说没有了。就所以教友们，普通教友们跟圣经的接触，为很多人都是在弥撒中的聆听是唯一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要很注重这个了，既然是那个那么重要的机会，那就放多一点功夫在上面哈。比如怎么样培训那些读经员啊，让他们真的读的，因为他们去借把自己的声音给天主哈，天主透过他们发言，所以有重视啊。不只是读得好，对内容也要了解多一点呢。那尤其是神父讲道啊，或者是其他方面，这一个星期之中，也不要让这段圣经被忘记了，立刻听完了就算了，也要找一些方法让教友们能在日常生活中都记得这些说话。是在这方面呢，也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努力啊。不过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做很多有关圣经与礼仪和与祈祷的融合。祈祷也是教友已经很多慢慢有越来越多的人念预课，但是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准备呢？就是圣咏我会不会真的被欣赏呢？会不会真正的化成祈祷呢？而是只是念念念，又变成好像以前我们说的念经与祈祷的分别哈。念圣咏也可以变成念经哈，不是，虽然内容不是圣咏，在这方面呢，我们还要做很多。圣经还没有渗透日常生活，读经是读经，我生活是生活哈。读完了经之后，我的生活有没有受影响呢？有没有被改变呢？我们有没有帮助自己在我们的内在宝库里面藏多一点圣言呢？又怎么样让圣言呢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它的能力呢？这个我们还要做很多。所以像近代人宣讲圣经呢，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近代人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很忙，大家都要赚钱，大家都有很多很多优先的东西要放在圣经面前。那怎么样
向近代人宣讲圣经呢，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让他们觉得，圣经为他们的生活是不可缺的？我刚刚昨天就是偶然的跟一个我不认识的朋友谈起，他是一个新基督徒哈，就灵了洗一两年，他就说我从灵了洗之后呢，就每天我都读经，因为我觉得在里面有一股力量，如果我不读，我觉得自己也不安。我说非常好啊，培养这种不安，就他就觉得，因为感觉得到，他说我感觉到，如果我不读。我还认识一在香港一对新婚夫妇，两个都是新教友，都是领了洗之后不久才结婚。他们也因为我曾经陪伴过一点他们，我就告诉他们，那现在你们一个新的开始啊，从开始从现在还没有小朋友啊，快培养这个习惯，每天两个人一起读一句圣经的话，一句哪怕只是一句，那他们就定了。每天早上起床，闹钟一闹，他们就坐起来，第一件事呢就是打开圣经读一段，因为他们说后来可能找不到更好的机会，所以就这样。他们这样一起维持了一年之后呢，有一天我接到那个女的一个 email， 她说：“修女啊，我们现在还继续读圣经，每天都这样，我们觉得有很大的帮助。”他说有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我也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个短信给我的丈夫，问问他你还记得今天我们读过的这一句吗？哈，哇，说得非常好。不过他说现在我们改变了时间哈，我们不是一闹钟一响我们就读，因为有一天我就觉得，哎，我还没有洗脸刷牙就读圣经啊，不对啊，不尊敬，好像没有刷牙就读圣经，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先说实啊，然后我们才真真正正的坐下来，有时候还供奉圣经啊，或者点蜡烛啊，这样我们现在继续读，但是时间改变了。哎，我就觉得很可爱，这对新婚夫妇，我还告诉他们，我敢保证，如果你们能这样继续下去，你们的家庭一定蒙受天主的祝福，同时你们会有很有力量，很有这种内在的力量去建立你们的家庭，走你们的路。还有一些很大的问题呢，就是圣经与科学啊，圣经与伦理啊，都有待深入的探讨哈。比如现代很多有关伦理的大问题，同性恋，比如很多人都说，哎，圣经又怎么样？论且一句，就那你要圣经讲什么，他都有。他都可以给你足够的材料哈。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只是那很外表的很肤浅的就扯一句过去，就说就去支持你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在这一方面做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因为我们的伦理越来越要面对一些从来没有有的问题。比如现在我知道在台湾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性恋啊，或者什么这些，或者家庭，他们说什么多元性的家庭啊，这些东西，我们的祖宗会觉得哇，你们搞到把人类搞到这个地步，当时他们会很生活很简单啊，善与恶很容易辨别。但是我们就要面对这些问题，怎么样以圣经为根基去面对这些新的问题呢？安乐死啊，或者很太多了，或者基因改造啊，就是太多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以圣经的精神，不是引一句圣经来支持我们的思想。我觉得这里呢，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最后只是一句，我也不想引得太长。就算在读神学上面呢，我们信仰的不同的范畴上面呢，圣经都有很显著的就是支持这些不同的
不同的范畴，我想用最简单的方法去表达。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呢，不只是一些有信的信条，我们的信仰呢，是以圣言为基础啊，为准则，为滋养哈。我们的信仰呢是有理的，不是要可以想得出来的，有合乎人的逻辑的，要想的，不是一些硬邦邦的信条，你信就可以了。不，我是天主给了我智慧哈，我要用理智去接受。还有，我们的信仰呢，因为是团体的哈。我们要团体的敬拜天主啊，朝拜天主，也是团体的去表达我们的祈祷啊，信仰，所以有礼仪啊。我们的信仰呢，又中文怎么样讲 ？can be thought and can be celebrated， 就要举行出来的，庆祝出来的哈。没有这个因素呢，也缺少了一点。同时，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嘛，也要有一些制度，有些规律哈，比如教会哈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啊，有程序，有结构啊。还有，因为我们面对的信仰呢，不是一些冷冰冰的信条啊，而是天主把自己的爱向我们表达，要我们以爱还爱，所以不能不动情。不可以说我信就可以了，没有情的信仰呢，缺少一些东西，还有一活出来呀、啊，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要相配合，而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层面。同时要传，如果这个是一个福音，我觉得是一个喜乐的讯息，我要传给下一代，在每一个层面上面呢，圣经都不可以缺，圣经支持着这个。这些不同的层面，这些不同的层面呢，如果大家去读神学呢，就会读到这些东西了。诗经、神学就是礼，礼仪就是礼，伦理就是生活，我怎么样活出来？神修就是情怀，我跟天主的情，还有社会熏导啊，就是怎么样传出去，牧民也是怎么样传给下一代啊，法律教会法典就是体制的结构的问题啊，还有教理讲授也是传啊，大公交谈啊，宗教交谈啊，这些都是有关传的方面。总之每一个每一个神学的学科都应该以信仰圣经为基础，就如在我们的信仰的每一个幅度，每一个是幅度dimensions 都应该以圣经为主。